聲音有價，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本土民主反共，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曾经缴付任何 myradio 七月或八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玉敏新书》。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喂，过来帮手啊！搞咩啊，家姐？唔得闲啊！趁落雨装翻啲水咯。吓、啊，你冇嘢啊？淋病你啊？快啲翻入嚟啦！冇交水费咩？冇交？交水费我就真系交错，交 my radio 嘅月费我就一定唔会错。唔系你有得咁叹听玉敏踩场咩？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会不会走出来话不认同，去跟他们划清关系呢？不会的。一系你就割，好简单啫嘛！你点解喂梁振英咯？你下面嗌可耻，佢会落台咩？佢唔会噶嘛！你要实际行动，一系你就上嚟撑呢个台，拉我落去。和你飞飞三十年，有用咩？雨伞革命可以更加勇武起嚟，但系班政棍左交用和你飞飞将成个革命鸠造化。勇武抗争，香港建国。素人政治，四眼起义。谁知好，大家好，欢迎收听呢个第26集嘅素人起义。咁今集咧就终于系有翻 Elvin 嘅素人起义啦，即系之前明明系。三個禮拜冇見大家，政治四眼起義噶嘛，而家冇咗四眼點起義咧？咁啊，而家可以起義啦嚇！咁啊，出翻嚟，上次你喺鬱敏踩場都講過唔少你嘅少少啦，係啊，係啊，少少。咁而家留翻主力係今日呢一集講一下一啲即係還押嗰陣嘅程序同埋一啲須知啦。咁咧，不過係啦，呢我諗今集就專登係為你而設啦，你就係可能要。即係翻去聽完一次之後咧，仲要再重温，因為咧遲早都輪到你啊。咁我哋係啦，講下啲，我哋好快咁講下呢個禮拜啲時事先啦。係啦，我都知道你喺入邊咁多日都唔係好知道啲時事。係啊，即係之前成日即係上高登嗰陣咧，啲人成日串人咁樣話，話你啱啱放假啊？原來真係要咁樣。我啱啱問佢啊，知唔知尖沙咀星光大道彈嘢啊？佢嚇。係啊，好知啊！唔好意思，因為我啱啱放假啊，真係啱啱放假。係啊，咁啊，即係近排都好多唔同嘅荒謬事件啦，又係呢一個香港政府。不過即係講都講到口臭，因為就今日啦，今日又有立法會四個議事，原本係裁定佢哋係即係判佢哋係社會服務令嘅。咁但係律政司咧就要求裁判官咧加重個刑罰喎。咁四個咧，有三個就四個都係改判坐監三個半月。咁有第一個啦，咁佢即係第一被告咧，咁佢就要去勞教中心就等報告，要去到九月八號先宣判。即係而家咧，佢就同你之前一樣啦，還押咁嘅。我係之前記唔記得我未入去之前咧，都有一集講咗，其實我哋應該要做翻個還押須知啦。咁但係又係遲咗啦。我哋嗰陣時都真係做唔到呢一個還押須知。唔係因為其實我呢一單係被捕嗰陣已經係坐咗八日嘅。係。咁但係因為嗰陣我哋喺呢度未有節目啦，亦都我都唔知揾咩平台嗰度做咁樣，咁就。即係擺埋咗一邊，咁我其實之前都預備咗好多嘢想講嘅，咁啊一路淨係做咗被捕須知，因為
之前嗰個所謂大形勢啦，大家諗住好多哦拉完你夠姜捱得過48嘅，最多即係上 call 再睇下睇下，如果萬一就算喂可以中六合彩中曬啦，咁你都係就算俾人判咗罪都係可能再上訴，係啦，即時上訴，係啦，就冇諗到原來而家好多咧就即時還押㗎啦。其實佢而家都係玩還押，你照㗎啦，即、就、係、是、還押嗰陣你就喺入邊坐，無論你上唔上訴都好，坐咗先咯，坐咗先咯，即係到時可能上到去上訴庭係推翻原判嘅，咁你變咗冇罪，但係你坐嗰十幾日啊，就完全係。白過咯，即係我未入過去，我唔知入邊嘅生活點樣。但係即係若果以一個即係我自己想像啦，你同外界係完全斷絕所有資訊嘅，咁其實都真係幾難受。你睇下佢而家要俾我笑佢，啱啱放監出嚟，連咩都唔知啊，係啦，咩都唔知，係啦，咁。即係律政司就即係講翻立法會嗰單啦，即係律政司而家就要求佢加重刑罰，咁其實呢一單新聞咧，本身我哋即係本文前個即係個 group 喺度講話，我哋 Facebook share 呢一單新聞啦，咁然之後喺度講啊打啲咩咧，之後我話，呢一單嘢即係其他人仲係喺度討論啦，究竟可以點做咧？就住呢一單，之後我就喺度話，其實佢程序上。即係真係律政司係可以咁做，因為律政司可以審核翻裁判官嘅裁判之後，律政司可以要求個裁決係複核咯，即係我哋又可以被告又可以複核，咁律政司亦都可以複核，同樣都可以複核，係啦，咁即係程序上佢係冇錯嘅，但係我哋就好明顯知道。即係佢係政治打壓啦，即係針對翻，因為佢可能係一啲勇武派，本土勇武派，可能即係知道佢哋。即係其實都係一定係針對住，尤其是即係社運嚇、有好多，譬如有啲和理非嗰啲咧，就好少遇到咁嘅情況嘅。呢啲係擺明針對住一啲行動派人士做㗎啦。係啊，即係其實佢，我覺得佢哋係有條線，即係若果喺和理非條線下面咧，就全部即係輕判又好，唔判，直頭係唔告啊！但係你有條線以上，佢就認定你已經係一定要嚴厲打擊㗎啦，即係就算根據過往績，佢都係要嚴厲打擊。咁好明顯呢一單政治打壓，咁之後我哋嘅成員 group 喺度傾，其實都講到口臭啦，又係政治打壓，講嚟講去都係政治打壓，係咁講政治打壓，講到個個都真係挖曬牙啦，聽到。咁啊！佢而家呢一單即係暫時一個還押啦，另外三個係保釋上，係啦，保釋上訴嘅。咁啊，其實佢呢一啲行徑咧，係即係我即係佢可能好天真會覺得條線喺呢一度以上嗰啲人就重判，下面嗰啲和理非咧就完全唔理。其實唔係咯，即係若果咁佢希望可以透過咁樣，然之後去令到啲人驚啊，就唔敢再做嗰條線以上嗰啲行徑。其實就唔係嘅，因為當時戴耀廷佔中三子佢哋提出和平佔中嘅時候，咁佢哋提出公民抗命，咁其實有一個要點，有一個好大嘅元素，就係要透過大量被捕，然之後進入司法機關去癱瘓成個司法機關啊嘛。係，喂，其實講到呢一樣嘢咧，其實咧，我發覺咧。是不需要有大量人被捕之後再被檢控擠咗上法庭才可以癱瘓到呢個司法機關。係點樣咧？其實只需要譬如好似我上庭嗰日啦，只要有夠一定嘅人數去法庭嗰度搭 lift 咧，就已經可以癱瘓個法庭噶啦。其實係咁簡單，同埋全港幾多個法庭咧？十幾個啫嘛，即係大小法庭加埋一齊叫啲人一齊去搭 lift 就已經可以癱瘓法庭。呢、這個阿、長毛咪做過啦，喺立法會入邊撳曬啲 lift 掣，然之後搞到佢哋開會時間。唔係我認真啫嘛，嗰個律師話去等 lift 等咗好耐先見到喎，係啊，因為就咁樣就已經可以癱瘓法庭啦，係。係啊，咁但係呢、這個即係佢哋係要針對整個司法機關，即例如有檢控官啊，有不同的部門啦，即係唔單止係法庭入邊啦。咁當時即和平佔中，佢哋就話要大量人士被拘捕，大量人士的確係有犯法，而大量人士去被起訴，咁啊全部上到去法庭，全部輕判，咁樣去製造一個執法壓力喺度俾政府同埋俾司法機關。咁但係而家好明顯和平理性非暴力嗰條線咧，即係做唔
到呢樣嘢，佢告都唔告你啦，係咪先？咁代表啲咩咧？代表你若果要達到呢一個要求嘅話，咁你真係要超過和平理性非暴力嗰條界線啦。咁其實好老實講，爆玻璃呢啲講到口臭啦，係咪真係暴力先？就唔係。當時只不過是可能推鐵馬的人已經說你暴力了嘛，即是現在慢慢演變上去，真的你逼到人家要去到下下爆玻璃，這樣就是接近暴動啦。那其實政府他這樣做呢，就我明顯我真的很覺得他是直接去叫我們越來越勇武咯，你怎麼看？我絕對是認同啦。那你見即係我呢啲，即係而家好似出咗嚟，口齒又唔伶俐啊！我奪下奪下咁，其實因為我病啫，但係咧，但係咧，咁冇打冇仔針嘅，咁但係咧，其實即係即係我唔會就咁就退縮咯，係啊！我之前其實都講過啦，你咁樣重判或者咁高調咁樣去針對話一啲即係行動派嘅人士咧，其實。即係會帶嚟反效果咯，即係譬如我個底我都花咗啦，係咯，我仲有咩好驚啫？真係更加無畏無懼噶咯，可能坐過監之後心跳最多都係咁嘅咋嘛，屌乜都係咁樣，不如入去坐下冇錢嗰陣又出去抗爭湧下之後出去坐下係咪？係我都話你罰我錢仲肉赤啦，係啊罰我錢真係仲肉赤啦，冇錢啦，即係我哋呢啲奴隸係用時間去換取金錢，即係有錢佬咧就即係用錢買時間，係啦，我哋調翻轉嘅，咁所以啲窮人淨係得時間嘅啫，係啊，對付啲有錢佬就應該重判入獄，就唔需要罰你哋錢嘅。即係對我哋咧，你罰我錢咧，我覺得係啊，我不如你俾我入去坐監，坐幾日啦，唔該，坐幾日當一條數去。係啊，係啦，咁仲有冇其他？仲有好多荒謬事啦，即係例如立法會呢一單，其實即係大家唔好好似越嚟越多喺法庭嘅荒謬案件就唔再去理，因為我發覺其實今日呢一單新聞出咗之後，其實大眾嘅關注程度咧。真係冇當時咁多人去關注，即係當時例如我哋嗰位女成員啦，菲律賓襲警啦，之後以兇襲警啦，之後你啦，呢一啲其實都係法庭一啲好黐緊線嘅裁判嚟噶嘛。咁而家呢一單其實我發現係真係少咗人去關注，係因為我好似即係我啱啱。在荔枝角度出冊嗰陣都講，我希望大家將嗰個即係關注度擠翻喺其他嘅案件嗰度啦，同埋譬如如果你有認識一啲可能有機會被檢控嘅或者已經有官司在身嘅朋友咧，咁就可以即係嘗試一下叫佢聽翻呢一集同埋下一集，咁我會分兩集講，咁一陣間今集我主要咧就會講一啲還押嗰陣嘅一啲須知啦，同埋嗰個流程。咁下一集咧，我就會講翻一啲法律程序，譬如話上 court 之前點點點啊，同埋喂上點解有啲情況啊可以即刻保釋出去上訴，有啲情況就唔得要即刻去還押咁樣。咁嗰個法律程序嗰啲就留翻下一集我嗰個資料搜集再做得足啲先講，因為我而家咧睇緊一本書叫做《香港法概論》啦。喂，咁啊咁啊，作者攤讀咯，唔得啊！即係我哋能力所限啦。咁啊，咁作者有有幾個，即係大家都聽過啦，好似陳文敏啊、陳雲毅啊，咁一啲都係一啲法律學者啦。咁啊喺香港都即係好有名嘅。咁我問嗰啲即係法律界人士，佢哋又覺得呢本書其實都即簡單可以係一般啦，即係對於佢哋嚟講，當然係唔係啲乜嘢啦。但係對於我哋呢啲即係缺乏啲法律知識嘅星斗小市民嚟講咧，都係可以一睇嘅。咁我應該下個禮拜睇完之後咧，咁我就會同大家詳述一下。係啦，講下本書裡面嘅精華啊，剩啊咁樣。係啊，咁我哋就其實仲有少少嘢講嘅，就係咧即係近排除咗我即係我話四個議事立法會嗰度啦，咁仲有一單即係呢。個幾禮拜其實都聽收音機啊，睇網台啊 ，Facebook 啊，其實唔同嘅人都係討論緊呢個尖沙咀活化尖沙咀海濱計劃。係啦，咁我啱啱大概同你講一講，咁我又大概講一講啦。康文署咧，咁啊佢聯同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旗下嘅持續基金有限公司咧，就提出咗一個叫做活化尖沙咀海濱計劃，咁啊得到城規會通過咗噶啦。咁但係咧，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啊，其實優化星光大道啊，優化尖沙咀海濱咁，其實有啲咩問題咧？等等等等。咁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
即係第一啦，官商勾結呢一個 point 就唔使講啦，已經都唔使講，因為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其實新世界係一間算係涼粉公司嚟嘅，即係當時選舉嘅時候係得新世界係支持六八九，即係咁多大商家，即係好早就表態，李嘉誠係表態支持何英年噶嘛，咁但係六八九咧係即係叫做最大的發展商就係新世界，咁而家即係。都咁多肥豬肉，咁梗係俾新世界啦，係咪先？咁同埋另外就係、是，即係其實若果根據一個既定有嘅程序咧，呢、這、一個其實係一個公司型嘅合作項目。公司型合作項目咧，其實係需要有好多條件，同埋佢有一個簡易嘅指引嘅。咁佢呢份指引咧，其實係有講到點樣去甄選啦、評估嘅準則啦，同埋程序指引。但係而家康文署啦。即係政府咁柒多個部門，紛紛彈曬出嚟去為呢件事畫個圓場，但係佢哋係冇跟呢份指引，同埋喺諮詢嘅時候係超過九成都係反對嘅，但係佢哋全部都係無視曬啊等等。哦，咁而家有啲諮詢全部都係假諮詢㗎啦，即係佢只不過程序上佢必須要啟動呢一樣嘢，啟動一個所謂即係諮詢。諮詢即係叫做問過下你啦，咁樣樣，但係佢唔挑會理你㗎啦。係啊，即係佢而家連做啲假文件入去諮，即係話你咁多人反對，我有其實都有好多人支持㗎，嗰啲都唔撚使做啦。係啊，總之你就算 100% 反對，我都係照做㗎啦。係啊，係啦，吹鳩我仲有咩而家？咁其實咧，而家即係針對政府嘅行動咧，我哋就真係幾無力，因為即係針對一個咁大公權力嘅政府喺呢一單項目上，即係好似新界東北咁樣，佢哋喺立法會。撥款議案嗰陣衝又衝過，都係通過。之後佢哋話將個戰場放喺城規會，但係城規會每次會議，佢哋最多都係去坐下、去封下咁樣。咁其實對於城規會都做唔到成一個大嘅壓力，去真真正正去令到政府驚，去令到政府去正視呢一個民意。咁其實呢一單都係，即係我哋去唔同嘅人傾啦，喂，即係呢單可以點搞啊？乜乜柒柒，乜乜柒柒咁樣，即係傾嚟傾去，其實針對政府嘅行動咧，我相信左膠咧都做曬咁滯，做緊啦，做曬做。好似我見到張圖係唔知粉商場定點樣？哦，粉商場嗰個新界東北嘅，新界東北嘅，係啦，嗰個新界東北嘅。咁例如去申訴專員公署投訴，咁佢哋又做咗啦。咁然之後，例如唔同嘅簽名啊等等去宣傳啊，其實啲唔同嘅本身一啲左膠就左翼團體啦，或者咁講啦，佢哋其實都做緊㗎啦。咁但係即係對於我哋本土派嚟講，可以做啲咩更進一步，又或者做啲咩可以更大個施壓力度咧？咁我諗嚟諗去諗極都諗唔到。咁但係咧，我突然之間諗翻起。咁我上幾個月啦，去咗長沙灣政府合署，咁啊見到綠色和平咧，喺度做緊一啲非常之和平、理性、非暴力嘅抗爭。咁佢當時佢就係抗議唔知係叫漁護署唔好捕獵唔知咩魚類，定係叫唔好入口嗰個魚類嘅嘢啦，咁類似嗰啲嘢，即係嗰啲類似可能因為佢嗰啲名啊，係啦，佢嗰啲名我真係記唔得到啊。咁然之後就佢哋就瞓咗喺度，就扮殺一條條魚，咁就撒咗個網喺自己上面，扮死魚啦，就瞓咗喺一路瞓咗喺度。咁然之後咁我啊覺得幾得意啦，即係呢一種行為藝術嘅抗爭模式咧。咁其實我自己都好少會咁做嘅，即係最多你話六四嗰次嘅啫，係咪先？即係俾人話得我最多都係六四嗰次嘅啦，係咪先？咁但係其實我都好想即係再深入去了解啊，點解佢哋咁做啦？做嘅目的啊，同埋真係若果咁，其實最主要我問佢一條問題，即係若果你哋呢一類形式嘅抗爭唔得嘅話，即係你哋會再點樣去做多啲嘢去向團體啊、機構啊，甚至乎政府部門施壓咧？咁佢就提咗一個例子，咁我覺得今次咧。應該都可以用喺星光大道呢一次案件身上。咁佢又同我講，佢話嗱，例如試過有一次啦，佢哋係抗議某一間廠就用一啲動物嘅皮，咁而嗰間廠咧係 Nike 有份用嘅，即係 Nike 啲鞋啊係由嗰間廠去出產，而嗰間廠就會購入一啲動物嘅皮去做，咁就佢哋係。
強烈反對再用那些動物皮定不知用那種染料啦。咁然之後佢哋係嘗試過向嗰間廠投訴啊，向 Nike 投訴啊，即係向翻當地政府投訴啊，其實全部都冇用。咁最後佢哋就用一啲比較即已經係再進一步嘅用毛，但係其實帶嚟嘅效果咧都幾大。佢哋就快閃形式入到去 Nike 去一啲快閃嚟搗亂啦、啊。係香港啊？唔係香港，佢哋因為綠色和平係全係、哦、國際組織嚟噶嘛，佢哋針對啲議題都係比較國際啲嘅。咁例如佢哋衝入去 Nike 鋪頭就同人講：喂，唔好買佢啲鞋啊！佢哋用一啲唔環保啊，嘅物料啊，係啊，物料啊等等。咁然之後就其實係同埋佢哋例如去 Nike 嘅 Facebook page 啦，就動員曬佢啲網民佢啲支持，洗版啊，係啦，瘋狂洗版。咁 Nike 作為一個國際企業啦，佢哋需要顧及形象噶嘛。咁最後咧就成功迫使到 Nike 係冇唔再用嗰間廠啦。咁其實係一個幾成功嘅抗爭嚟嘅，因為即係佢哋付出嘅成本咧，就唔係真係好高。例如你和平理性非暴力嘅，你可以選擇做鍵盤戰士去洗禮鍵板啦。你中意勇啲嘅就行到過去，即係走去周圍同人，唔好用啊，唔好用啊，點去同人講啦。咁若果大規模咁樣做呢啲和理非嘅嘢，即係唔係冇效嘅。咁但係若果再即係呢一件事其實係可以再發展落去，再用冇啲再進一步向佢施壓噶嘛。咁呢啲咧，就大家可以發揮想像空間啦，即係例如好啦，今次用喺新世界度啦，咁從來咧，即係可能會有人話我哋唔係對準政權啦，即係明明呢一個係政府嘅項目，咁但係點解我哋要走去針對新世界？即明明佢商家佬，我想講啊，即係咧，即係鬱敏俾人告普通襲擊咧，其實佢我見到啲左膠話佢都對唔準政權，因為佢冇真係抌中梁振英喎，咁都唔算對準政權啊！係啊，唉 ，OK， 呢個題外話。係啊，咁即係其實從來呢一啲官商勾結嘅嘢都係雙方向㗎啦。咁、例如發展星光大道，咁其實某程度上佢都係剝削咗市民佢去用呢一個公共空間嘅權利。即係雖然佢話就話會開放翻俾更加多嘅人流，去開放翻俾更加多嘅市民可以去好好利用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嗰度就係新世界中心，而家又係起緊新世界中心，我唔知係大商場定係咩，我都唔記得咗。佢嗰幾棟嘢起緊，即係好明顯，成條星光大道由紅磡去到尖沙咀碼頭嗰段咧，基本上就變咗佢哋嘅後花園啦。明白。係啦，咁即係點樣可以分分鐘係又係好似譬如時代廣場嗰啲咁，原本係一個公共空間，但係因為佢哋嘅就變令到好多人以為變咗係一個私人嘅地方。冇錯，咁其實好簡單啫嘛。又俾佢哋牟利，可能辦一啲唔知咩活動啊咁樣。即係我唔知咁多位聽眾有冇去過 Element 上面嗰個平台。我相信有去過的都會覺得那個平台可能是咁多個屋苑的一個 share 嘅 common area。咁其實咧唔係，嗰個政府咧其實是政府的公共空間，即係任何人都可以上去喺嗰度做咩都得。咁但係咧嗰個位置咧就交咗俾園方佢哋去管理啦。咁佢哋就管得十分之嚴啦，即係你喺嗰度瞓啊，又會俾佢講啊。即係之前其實呢一個議題都喺網上面即係有人討論過 Element 㗎啦。咁其實大家都預示到一啲咁樣嘅情況下，即係佢越嚟越收緊個公共空間個管理嘅話，咁而家仲要係變曬成個一睇都係新世界嘅地頭。咁其實大家都預示到呢一個地方仲係咪香港人用咧？即係最多會變咗新世界嘅後花園，又或者佢係用嚟去大旺佢自己嘅其他商鋪咧？係，係咪？同埋你好似頭先有提過下，佢會將尖沙咀嗰個巴士站係啦改做改建旅遊巴，即係佢因為話而家旅遊巴嘅停車位唔夠啦，咁佢會發展多啲去位置去停泊旅遊巴，咁即係呢啲其實都係令到一啲我哋原本香港人嘅嘢
要去遷就呢一啲大財團，呢啲大財團又去遷就翻可能大陸人，佢哋都係目標都係大陸遊客啫嘛，係咪？咁其實我哋覺得即係而家明明旅遊業已經係下跌緊啦，即係遊客嘅數量已經下跌緊啦，咁係咪應該重新去反思一下香港旅遊業嘅發展咧？好啦，講得太遠，咁我講翻點解要針對新世界或者針對新世界可以有啲咩行動咧？咁好啦，其實新世界咧，你只要上翻佢官網一睇就知佢幾咁自豪地話自己有啲租任物業啊，發展地產物業啦，咁佢啲地產物業最主要都係住宅嚟嘅，咁住宅其實就比較難針對啲，咁但係租任物業咧，其實就唔難針對嘅，例如比較多人知道 K 十一咁樣啦，我哋可以例如學。最溫和的當然你可以在網上面又或者最溫和一點的你可以拎著傳單在 K11 在它裡面不斷跟執它的零售店或者搞吃給食 Q 講是的吃給食 Q 講但是不要緊個個都去做全部人都去做那為什麼會對新世界造成壓力呢因為呢新世界他們這一棟物業呢最主要的收入就是來自於商鋪的租金商鋪租金那你搞到他的商鋪租金即搞到他的商鋪沒有生意的時候商鋪就會向新世界施壓新世界就會有壓力了咁呢一個係一個好低門檻嘅抗爭方式即係大家若果係對於呢件事係強烈表達不滿，即係好想就住呢件事去作出一啲行動去抗爭嘅話咧，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方法啦。即係佢例如 K 十一啦、新世界大廈啦、德福廣場二期啦，咁其實上佢個官網咧係睇到好多佢啲商場。咁我哋就住針對佢，特別係 K 十一啊、德福啊呢一啲多鋪頭嘅商鋪，咁我哋就瘋狂拍。喂，新世界而家佢咁樣搞同政府官商勾結去剝削我哋香港人原本嘅嘢啊！即係個佢咁幾咁黑箱作業啊！周圍同人講好似黐線佬咁，周圍同人講去廣州去啲客。咁另外咧，即係呢個係即係若果你係和理非嗰邊，你可以選擇呢一個方法啦。咁若果你係勇武啲嗰邊咧，咁咧其實佢有啲酒店啦，同埋佢有啲起緊嘅地盤，咁大家可以發揮一下想像空間，去點樣去？令到佢有壓力啦，停止作業啊咁樣停止作業，即係例如起起下無啦啦咁，即係有啲地方著火，咁佢又要再整過啦。咁例如佢要監管好啲佢啲酒店外圍，即係佢酒店外圍其實有地盤好經常發生意外嘅。係啊，即係天口慶唔小心曬到有啲嘢著火，其實都好正常。咁啊，呢啲都係令到佢個地盤延工嘅原因嚟噶嘛。咁延工咁，佢哋成本又要增加，成本增加咁佢。又有壓力了是不是先？那我不是鼓吹任何人做任何犯法的事情啊，戴回個頭盔先，即大家千祈不要做犯法的事，我們呢就一定要在一個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框架底下去作出抗爭，對不對？如果不就好像我這個反面教材那樣就要坐監的了，是啦，即大家千祈不要啊，是啦，咁啊，即係就住新世界星光大道呢一個，我哋本土民主前線咧，可能嚟緊會出一啲示範影片，同埋即係打翻段文出嚟俾大家去廣傳一下，即係呼籲更加多人去參與呢一個行動，因為呢一個行動個門檻係由好低去到好高都得，即係完全係大家可以付出幾多就可以。做幾多少，即係唔同，即係之前嗰啲抗爭，即係冒住俾人拉嘅風險啊，遊行又要曬，咁其實你唔使，你只係入商場同隔離條友講下，或者再低啲啊，你去得你行過德福嘅時候，你大嗌下兩句，咁其實已經夠噶啦。好，係咁多啦。好啦，咁我哋即係休息一陣，翻嚟下一節就開始就真係係啦。咁我哋休息一陣先。